这也就是他们这个刘胜的这个名牌街，这边过去全部都是名牌，然后就不是我们这种就是凡夫俗子应该来的地方。但是我知道精品包包那些是怎么制作的，你有看过那些什么精品表的生产过程，他们是真的值得那个价值的，认真是真的值得那个价值。但是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喜欢的人会喜欢啊。玩具店，好笑，这才是它的价值啊，对不对？它在哪里？你给我看 ，Lucky Cat， 这个哦 ，Lucky Cat， 它的 owner 应该不在吧？他很喜欢日式文化，你看他还放那个鬼灭的那个，还有那个漫画，还有进击的巨人的漫画在后面，然后鬼灭之刃的那个。来来来，我们来喝喝看这个，这很特别，这个吸管，它吸管不是纸的，是纸的，它又很像纸的，它是纸的吧？你要帮我一下。这吸管就这边捅到捅去。哇哟！对不起，我道歉，但是我这个单手操作真的不太好操作。它真的超好吃的，你要不要吃？它超好吃哎，它就是台湾，它是台湾珍珠奶茶，又是好吃的那种珍珠，超猛的，喝起来是台湾的味道，各五倍而已。有麦当劳哎，还是我们来试试看瑞士麦当劳怎么不一样？没有什么不一样。特别菜单哦，你知道 YouTube 就可以拍一集。吃不同国家的麦当劳，是吧？如果把这个上传到抖音，应该可以什么几百万观看的。还是我们去看一下菜单有什么不一样就好了，不要拍他店员，他应该不会生气吧？还有这个特别的汉堡 ，NC Rustlet NC Rustlet Bacon， 就看起来很好吃，可超级无敌贵，一颗都350台币，差不多。然后有这种 big tasty， 看起来像汉堡王的汉堡，这些是素食汉堡，还有素食汉堡。然后看它的这些 snacks， 有这个炸鸡柳，然后这个是烤鸡翅，然后剩下的都差不多，有沙拉，很正常 ，desserts， 还有什么 apple pie， M&M's 麦旋风，还有那个 donut 王跟蛋糕，其实还好，剩下的都差不多，它蛮有趣的 ，OK， 就这样子，走吧。它素食汉堡超多的，然后很贵，超贵。我们那时候不是在伦敦，然后9块麦克鸡跟20块麦克鸡只差1欧元。你知道它那边9块麦克鸡跟20块麦克鸡差多少吗？它9块麦克鸡10瑞士法郎，350台币，然后20个要18瑞士法郎，就大概600多台币。20块麦克鸡快600多台币，超夸张，超级夸张。好帅哦，这个教堂。这个是景点吗？对啊，景点。哦，这是什么教堂？来介绍一下导游。是。我昨天爬好多阶梯，我现在脚好累啊。有没有那种感觉？圣莱奥德加尔教堂。都要加个圣就对了。台湾加圣确实也比较屌，圣结石。小声一点，小点子，听到没有？小声一点。Oh my god！类似于像风琴，但是它按键方法有点像钢琴的那种东西，所以它是乐器什么的。嗯。嗯。男生不能戴帽子，女生还可以。欧洲教堂。他们讲的没有，我这个不可能知道，但知道就把它拿下一下。
去我们的那种佛教的那种地方，对不对？然后什么寺庙，他们应该也是一样的感觉，就是每个地方的那个装修风格跟那个文化不一样。哎，你们看最后那个玻璃，那个玻璃超漂亮，你看它是那个三角。哇，好酷哦！这就是四十巷哦。我还没有，我要剧透了，剧透了。阿三，你就剧透吧。好帅哦！他超大的，他超大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很大，你们不要看全景，他超大的。哎，真的，狮子是恶灵，他右手拿着骨，你看。不是毛啊，只是后面挡住了。啊，对对对，他有一个那个毛在后面的。会不会往里面丢钱吗？应该不会吧。都是钱，这个刻得很好，而且你看他那个，哇，他好猛，那时候的那个艺术家超级猛。他那个壶真的好轻哦，他应该是有在换水，换一个水果。要帮你拍照吗？要帮你拍照吗？在哪里拍？要在哪里拍吧。水是翠绿色，对吧？这边的水好像都是翠绿色、蓝色比较多，你知道吗？就很好看。大家是毕业。啊，你上完了？不用钱。不用钱？不用钱。真的不用钱？真的？骗你干嘛？好好猛哦！哎，有不用钱的厕所哎。厕所超酷的。还你还有拍照？对啊，因为他没有，因为他真的很酷，他真的很酷，你不用看了，你等一下去看到了。哦，行，那我不看，他还不给我看呢。对啊，你要自己去感受啊。他长这样哎，你有没有看过这种厕所啊？他左边这个就是这个水龙头哎，那是不是很酷？没看过吧，对不对？他这个可以整个提起来，对吧？很酷吧？没看过这种厕所啊。来试试看瑞士的这个中国人在这个开的地方怎么样？瑞士车站，从车站走出来，它那个建筑都很漂亮。它这个好像怎么下面是一个 hotel， 然后这个是你看它车站外面这个也超酷的，很好看。然后这个就是那个我们刚刚去的那个流声河的那个桥。啊，是很可爱，是我在酒店看到，它蓝色的小模型，这好可爱哦！如果有的话，我想买。虽然感觉是大傻逼，也很贵。你们看它的馄饨汤，超小一碗，蛮正宗馄饨汤的样子，很中国的味道。它做法是那种广式做法，就是它是黑色的，是因为它用。然后是酱油加醋加糖，然后去熬成那个颜色，然后先做一个酱，所以它这个不是焦掉，它挺好吃，很好吃。当你想要这个糖醋排骨1000台币的时候，你也会觉得很好吃。跟我想的不一样，它是我们北京鸭。广式鸭，它是炸的鸭皮，它这鸭皮是炸的，好吃，很好吃，就不是烧鸭，但是好吃。不看价格给几分？90分嘛。那这是我们的 hotel self check-in。自己按，然后我们那个放不下了，所以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放这里。这里就不用担心会被干苦。哎呀，老妻子有什么干苦啊？你别在瑞士。哎，这是我给你们看的啊，我说那个很可爱的这个。你看，
这个超可爱的，这不知道多少钱。哎，这边还有一个，我想要这个。就是我们不用这个 self check in， 然后我们可以去他的那个 office 去 check in， 但是就是需要我一个人。OK， 麻烦你啦，谢谢外交官。开箱时间，302。没敲门，对，叔叔没敲门，我补一下。回去。好，再传。我们还没进，你看，你们干什么都没看到。钥匙放里面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还是没敲门啊？开箱时间。好啊，你下好了吗？我下好了。哦，聊天室，我们给你看一个很神奇的东西。这是瑞士法郎专用的东西，就这个是瑞士的那个，先给你们看，这是瑞士的钱，超级漂亮，就真的不像钱，超像一幅画。然后它有一个很酷的东西，它有一个 app 可以去那个弄出 AR， 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是时间好像，时间代表的是他们。瑞士他们不是有那个钟表吗？就是在讲他们钟表的工艺，它并没有不意外，它每个都不一样，它的每个都不一样。瑞士最高超酷的，它的瑞士法郎到1000呢，1000瑞士法郎35000台币，它最大的面值是35000台币。来看50块钱的，50块钱这个是那个蒲公英，他刚好手上拿的是一个蒲公英。它背后这个也蛮酷，它这个是有人在玩滑翔伞，它是有人在玩，在这个高山上玩滑翔伞，所以它的那个就是上升气流。好了，大概就这样子了。哎，那我们今天差不多也休息了，来先。希望你今天觉得蛮好玩的，我觉得今天还蛮好玩的，我觉得今天最好玩是那个游湖最好玩。我们明天我们会去新的城市英特拉肯，就接下来我们要待3天的地方，基本上就是那个少女峰那些都在英特拉肯那边，就是很多很酷的一个城镇。好了，大概就这样子了。